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贾斯汀小松。好几月没坐那个轻轨或者快轨了，今天坐一下，看有什么变化。都戴口罩，缩短行车间距。看有啥变化，走。一楼，觉得没啥变化。从这来走，应该还得安检吧？是安检。进来了，装修啊。哦，到了。哦，好长时间没坐轻轨了。过完年1月、2月，今年是2020年4月5号，那半年没坐了，不是半年，4个月，差不多4个月没坐轻轨了。没有啥人，来一趟。司机也戴口罩。这边景色，这没啥变化啊。地都除了，没看菜呢。等会儿吧。这个以前没有啊。等会儿，来了，小红车的。坐这吧，前面人能多点。到开发区了，不，开发区了，我那搁这，我转车，倒车，不小心撞了一下，撞那个扶手上了，也飞了，也飞了。上来了，来车了，好快的！啊，到金石滩的。这样没啥变化。现在是9:01:15。这车开了。出来了，坐车吧。真不堵。开始我们旅程了，下一段旅程我们开始了。开车了，到大连站了，前面那还在施工呢，那个地铁大吊车打桩呢，这个打桩机应该。上扶梯。我是带滑板。有人带滑板进来，看来还让带滑板。哦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那多了铁栅了呢。才挣43块钱，不是，没了。这铁栅了，出站好呀，那边过不去了。那边过不去了。都啊，必须得给这边走。哦，向这个这边走啊。哦，这有时间表，以前没看着过啊。时间表，走。啊，现在搁这出站了，我不知道呢。好久没来嘞。看看，阳光太好了，晒的我。大连好几个镇上。
再有睁不开眼睛里，除了人少点，其他的没啥变化。太阳还是那个太阳，这人少多了。啊，都往那个入口进，入口它就整成一个栅栏了。